我说怎么来？你刚拿着把拿去不定 shopping 的，每个人看这里买谁买谁的。Original size 这么小把可以收的，每一把都一样气色，在家里一把小雨伞对吧？怎么打开手笔啊？我记得要拉上来先。他还没有好，因为这边很 loose 的，很多大姐不知道买回家抹地一直往下处理，不可以抹地是吗？所以你这个本本卡乐铁，我教你转一下锁紧，明白吗？锁了它就不会往下垂了。怎么把布头放下去呢？我按这个黑色 release button， press release 拉下去，开起来大姐可以直接用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我放在水桶要怎么扭干布头？你看啊，这边我要拉上去头对头跟它合并起来，这个我拉上去头对头跟它合并起来是吗？现在这个部分我轻轻这样转到水出来，你看到吗？我转到不能转整个瘦的水到大弯，我才按这个黑色 release button。 人为老公是用酒为坏，这个 button 是 spring 的，有一天掉出来的时候坏掉怎么办？不能 release 吗？大姐我叫你自己拉下来 manually 啊，人家办法是吗？跟他 adjust 一下啊，有把灯你按把灯，没有把灯你自己拉下来了。小弟卖了五年的啦，卖的人要品质啊，今天价钱不一样。以前卖十块，业主卖八块，我老板今天六块钱跟他七块。小弟的货也有限了，他要来看一下，剩不到半箱了，两箱了，一二三四箱了。有需要你跟我同事说一声，你买回家抹地什么都不要做了，本钱六块钱啊都很值得，可以抹地抹老板干的了。你睡觉睡到一半家里爱空漏水，你看到吗？你买这种地拖了多少钱了？新加坡买五块到九块的，不如你买我的六块咯，可以抹到很干的。我开起来怎么抹总是抹不干，不是我带来的地板奇怪的，它比较奇怪是吗？头这么大，布这么长，但是不会吸水的咯。这五拉一万啊，去用秋赚啊，五拉一用卡大掉我，请到秋挡挡卡啦什么的。你看我的帽六块钱，你买回家呢？单单买来吸水，介绍一下买购买的问题了啦。我轻轻玩弄按摩水，吸拉面八波，我觉得马上抹上干的咯。大哥帮我做个证，你站在这边去啊，后面这边是没有水的是吗？不是把水吹到后面，还是旁边去了？那一片的纸巾呢？我放在刚刚走过的地方，你看到吗？又重拍了。如果说我们家的底可以抹到这么干的话，两方面，今天呢、没有 brother sister 会拿六块钱买我地拖，不会听都会买啦。那需要你可以跟我同事说一声，遇到水我的纸巾是会湿的，六块钱你买来吸水值不值得咯？要大家阿伯阿哥呢，你坐在沙发底上等风吹干了才可以落地咯。每个机组刚刚到啊，拿到黄桶不是马桶，怎么扭干布头一定要拉上去的。三的这个部分我才轻轻跟他转断哦，刚才吸多少水还多少水，从头到尾手也不用碰到这个肮脏布的。怎么放下去？我按这个黑色 release 把灯开起来的时候，我抹到哪里干到哪里。 microfiber 本身呢可以很少很多的，将我们地板吸到地板干干布头满满哦，不怕老人小孩走过会滑倒过溜倒了。我的地拖买回家不要扫地的，可以直接抹地的，扫地跟抹地去做。地板上我们穿 sport shoe 回到家中去 holiday 吧，五天到七天，沙粒灰尘粉尘肮脏怎么办？我拿一些扫帚刚刚来扭头发金毛环啊，头发有吗？多多少少都有些头发是吗？头发比较轻身，我们一定要关风扇关大门，怕扫不干净的。我的帽还没看清楚刚刚到的，记得不要用手去扭它的。你把这个帽配我教你拉上去先，中间这边你轻轻跟它转到就好，要半干湿你转一半啊，要比较干你跟它转到完，水掉到完手还是干净的咯。所以怎么放下去？我按这个黑色 release button， 我开起来的时候哪里肮脏我抹哪里，扫地跟抹一起做，肮脏沙粒灰尘头发随便我抹来抹去，你看到吗？连我的脚印呢都能吸上哪里，我这块布头上面随便来毛病来的心脏啊。怎么清洗？你放水桶蒸一次两次三次，拿起来肮脏都会掉的了。以前有买过十块的吗？整只本本的，不要生气，业主卖八块，我老板六块钱请我，小弟卖了五年了啦，卖的人家品质要今天价钱不一样，颜色我有分三种，有需要你跟我同事说一声，因为我的货要完了，这边一箱两箱都没有了，你们可以自己过去看，那边你要完了，这边也是没有了啊，你们可以自己过去。